B-Tube 一问一答，自我介绍要开始咯，预备。你的名字是？我是雷咪，就是哆雷咪发嗦的那个雷咪。你是什么系的 VTuber？ 从小跟阿嬷住在乡下，是一只阿嬷养的小橘猫咪，是猫猫系 VTuber。 年龄是？雷咪今年五岁。生日是3月24日。星座是？这个火爆的母羊座，所以偶尔在节目上会突然爆冲是很正常的。身高是149公分，体重是39公斤。最喜欢吃的东西是榴莲，而且是要冷冻过后的榴莲。那因为阿嬷从小就跟雷咪说不可以挑食，所以雷咪没有不喜欢吃的东西，是一个不挑食的乖宝宝。自己说。最擅长的是？雷咪4岁时就自己来到大城市，打过好多份工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再见，谢谢惠顾。不好意思，请问餐点还需要吗？不好意思，请问今天还想来点什么吗？雷咪全都 OK 啦。嗜好是？那平常的嗜好就是唱歌，希望以后可以多多跟回唱歌给大家听。最后请对大家说一句话吧。谢谢大家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